哎呀妈呀，你来了老铁啊！大白菜炖粉条是我们东北农村非常有名的一道家常菜，今天我来教会您。首先咱们准备一颗大白菜，根部来上一刀，刀放平，把白菜切成薄薄的厚片。大白菜洗净控干水分备用，猪肉咱们给切成片，太贵了少来点进个味儿。干豆腐咱们给切成菱形片。起锅烧油，咱们放入提前切好的猪肉，小火慢扒拉，你给扒拉出香味儿。放入葱姜蒜干辣椒，家常菜你放点花椒面非常好吃。再放入生抽跟蚝油，放入大白菜翻炒一下，咱们给它炒至断生。这个时候手机还有电的大哥大姐们，别忘了给老弟来个双击加关注。咱们放入干豆腐，添上清水，放入提前泡好的粉条子，来点老抽，咱们上个色，放入精盐跟鸡精，咕嘟个两三分钟，咱们撒入迷你的小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家人们，阿豪主页更新了400多道家常美食，每一道都非常的详细。如果你一次双击都没给过我，今天就给我一个吧。